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非常漂亮的针织图案，男士、女士、婴儿都可以用的图案编织，非常简单。现在试管花型几针制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十二针的倍数，几针十二针的倍数，加上你要留的边针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学习。下边我编织了几排这样分花型的针柱，大家看得更清楚。一个边针，三个反针，四针平针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一个反针，四针平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个边针，三针反针，九针的花样针，一共就是十二针，一、二、三。所以九针花样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针的花样针就十二针的倍数。下一个花型，三个反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四针平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个反针，四针平针。好，来到边上，我们就再留三个反针，这样的，这样编织大家更容易看得懂花型。我们第一排花型的针数就分好了，分好花型的针数以后，反面编织，反面我们跟织就是平针的丝平针，反针的丝反针。跟织就可以了，反针，这里是平针，反针，平针，反针。平针、反针这样子跟织过来都可以了。平针、第二排织好后，第三排边针，这里反针三针。好，这里是四针，四针我们要合并把线绕到后面，把这针调个方向，是两针合并，这两针从后面合并，把它合并掉。这里还有两针平针，丝平针，这里我们要加一针，把线绕到前面，这样加一针过来。加一针好以后，这里织反针的丝反针，这针是不变的，加丝法。好，再把线绕到后面，然后再来加一针，丝两个平针。这个花的开头这两针平针，我们合并以后到这边一样的，要把这两针合并，这两针合并。这里的反针继续往上织就可以了，花型针这里合并一针。这里我们合并了一针，中间这里加了两针，这里加一针，然后这里再加一针，两针加，这里加了两针镂空的。好，第二组花，
这里这两针合并，一、二两个平针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里要加一针，加四针，这样加过来，绕一线，然后呢，这里是反针，这针线绕到后面，是这样加过来，这里是两个平针，然后把它并掉。合并一针，这里我们剪掉，在中间处加针，所以说针数一样的，反针编织，好，这边编织好，丝反面，平针的丝平针跟织就可以了，反面。丝反针的丝反针，我们加深了这一针，在这里一样的丝反针，这里是平针，反针编织。平针，反针编织，这里加针了一样丝反针，平针，反针，好，平，正面编织。三针反针，继续往上编织。这里的花样针，这里丝两个反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说要把这两针合并，这两针合并之后，我们要丝反针，合并一针。合并一针以后，这两个平针交换位置，这一针右上锁下交换位置，这样这两针交换位置，先拉到后面去，交换好的位置，我们一样的丝平针，这里一样丝平针，丝平针以后这里加要加一针，这样先绕到后面加一针。好，这里丝平针，这里中间针丝反针不变，这里丝平针，这边的针数和这边针数要对称，所以说这里我们一样的要加一针，加一针好以后，这一针和这一针交换位置，我们现在要右下锁上，交换位置。然后交换好以后，丝平针，这里的两针合并，两边的花织法、加法、减法都是一样的。这里的是这边往这边平针倒，这边往这边平针倒，然后中间针不变，花型针。这里是一个反针，这里的两针一样合并。然后是两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这两针交换位置。现在是右上锁下，这样交换位置。然后是平针，丝好平针加针，中间针丝反针，然后再把这一针平针丝好平针以后，我们马上加针，因为我们这边要减针的。现在是锁上右下，这样交换位置这两针，这样锁上右下这样交换，这两针合并，
好，试两个仿真，花型针，制造线盘，我们试反面，把反面编织好以后，我们就看出花样的成型了。针织平针丝，平针仿针丝，仿针是仿针，加 C 针我们一样的是仿针，平针仿针编织，平针，这样第一组花型，第一排的花型我们就全部编织好了。看，大家这样看，我们再来织第二排，这样我们织再织一排，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这里是仿针三针。这里跟我们第一次分的深花型针是一样的，然后呢，这里是四个平针，四针平针，仿针，四针平针，这里是仿针三针。平针、四针，来个仿针，四针平针。这里跟我们第一排分花型针数的丝法是一样的，也就是第二组花、第二排花的第一排一样的编织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试一排反面。针织平针丝，平针仿针丝，仿针四针仿针，平针仿针，平针我们现在来看花型，看花型现在很清楚。到这一针，到这一排，我们就是来织一个平针，三针仿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来织第二束花，现在的后面这两针合并，织两个平针。扎一针，丝仿针，先到后面，再加一针，丝两个平针，这两针合并，三个仿针，两针合并。丝平针，加一针，再加一针，这两个平针合并掉，是三个仿针，看，现在已经开始又织第二组花了，往上编丝的时候。现在我们织的是
这组花丝好了，我们知道是一组花，从这里又开始织了第二组花，去继续往上编织。当我们大面积编织之后，这款花型是很漂亮的，大气漂亮，而且很简单。对于这款花型的编织方法，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、不懂的，在我评论区上留言。如果你要卷起来织，那我们就没有反面，我们全部在正面编织，就是多编织一排根织就可以了。卷起来织也是很简单的。今天这款花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